慌不择路啊，这行不行？我去，上面有人。哎，这马枪马的，我去，炸他炸他炸他！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和平精英啊！我跟我的小伙伴星浅，我们俩双人四排啊，来到了犄角旮旯 L 城，OK， 捡把枪，随便捡一捡吧。他是皇冠啊，我是黄金。什么还剩一个？你剩俩，你剩俩，你是怎么算的？你只要玩上来就扣一个，然后你可以用一个榜一特权，听明白没？他不是用玩一次就扣一个，玩一次扣一个。除非你自己非得刷新，听明白啥意思没？喷子可以，我去，咱俩离2000多米，这地方倒是没有人，挺好。别拿喷子了，绷带是带一个。你拿吧，你拿吧，什么玩意儿？我现在打王者打这个一点也不厉害。咱俩是不是得差不多得走啊？震爆弹，有人玩这个震爆弹玩的挺厉害的，小自己枪，能当个二倍镜用啊？不是，我们俩找个车去啊？你离我那么远干啥呀？咱俩其实。越晚进那个圈越好，其实二级头一级甲，让我出去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看好玩的，捡装备啊，看什么好玩的，看看我能不能用这个 VSS 杀出一条血路，爆炸弓，我去，连喷，这个吸引力比较大一点，拉倒了，连喷我用不明白，别用了，赶快找个车吧，咱俩得走了，这个扔了，这啥玩意儿？你说那个好玩的是什么玩意儿？我啥也不要，你拿吧，9毫米子弹，这啥玩意儿？四倍镜，完了 ，VSS 当时就不香了。哎呀，我的个天，没有车吗？还有2分多钟，赶趟慢慢收。可是我想要这个，手枪扔了，还剩82个人。咱俩其实不着急，因为咱俩是双人四排，腰带也捡不起来，喷子子弹扔了。别再是双人双排，现在到底是啥呀？双四吗？不，上回你玩双排，你没告我，我还防着还有别人呢。然后又来一队，不是越来越复杂，人越少模式，就像单排啊这种，但人就会阴，是吧？他不愿意出来。那边有个蹦蹦，哎，我玩这个现在是真是不厉害，眼睛本来还瞎，再看不着人。双排他就阴呢、啊，三级甲你要不？我给你吧，三级甲这儿呢。我去，我八倍镜，这不得不拿呀、啊。有个雷，八倍你要吗？你拿呀，给你就拿着呗。咱俩该走了，都刷毒了，爆炸弓，四倍那我就不要了。哎，四倍我给你啊，信号枪我也给你吧。先别打啊，子弹搁这儿呢。咱俩这运气还挺好呢。那走吧，咱俩四倍你不捡呐？四倍你都不要啊？走吧，咱俩车有个蹦蹦，咱们拿着蹦蹦吧，进圈吧。哇，这么远呐！我不喜欢用四倍，那起码比那个没有不强吗？二头二甲 ，UMP5。有个 VSS 进圈吧，别一直跑毒上。走，进圈打信号枪去，快点，快走啊，赶快走吧。你有油没？这车好像油不太多，捡个信号枪还挺好啊。哎呀，赶快进圈吧，碰满编队咱俩跑啊，咱俩还有信号枪呢，有是吧？加个油呗你，半道别停了，别，千万别有那个满编队啊，道怎么这样呢？前面是个 M 城啊， M 城有点乱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圈也太远了。前几天玩的双排什么时候发布？我不知道，我都找不着那视频了，视频太多了。咱俩开这个吧，你好好找一找。我找不着，随缘发吧，反正丢是不能丢，去我标点那儿打吧。不过咱俩不一定能不能守住是个事儿啊。先上坡吧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几个人？你好像惹事儿了。咱俩打信号枪呢。就搁这打吧，打呀信号枪，赶快打，等会儿打不了了，你这容易掉到海里啊，太贴着海了，这边能不能上去？这属于这样式，这能行吗？这边容易挨揍啊，这行吗？这容易挨揍。来人了，别把车开出来啊，车放在那个沟里边。来人了，我这枪麻的，你小心点，右边打我们，这后边咱们都是漏着的。这 VSS 还挺好用的。空投还没下来吗？下来了。那盒你不舔一下吗？那空投你先舔啊。我总觉得这有人呢，老婆这爬上来真恶心。那边有俩盒啊，还有游泳的。哇，这阴是几个的？你舔吧，我给你加点枪。你舔。我眼睛不行，我看不着人。你要剩啥了告我啊，啥也没剩就你不用告我了。你说这怎么放个烟呢？是你放的吗？没人了吗？AUG 说完了呗，是这意思吧？这边的盒呢
SKS 没多少子弹呢，里边还有个 AUG 啊，准备走了，咱俩啊，我去，有个那啥没空啊，子弹不多呀，等会儿，我有点乱啊，现在我挑装备本来就磨叽，里边还有俩盒呢，我下去弄弄上来，这俩盒里边应该有一点吧，盒在哪儿呢？你别下来，上去有点费劲，盒在哪儿呢？啊，搁这儿，可以说实话啊，这个迷你更好用一点，我来迷你吧，不行，我来没空买，没空可以连发，能上去，我去，别上不去啊，完了我上不去了，这边好使啊，行，走吧，咱俩扛毒了，我迈着人机的步伐。你三头三甲了呗，现在咱俩去渔村那儿啊，前面有人，看见没，打他，干死他，哇，太肥了，他还有个呼救器呢， M2 是归我了，哇，头甲都烂了，他，哎，我去，包，我这有俩包，白瞎了，集体服你就不要了，走吧，你开车吧，我打个药，去我标点那儿吧，先进圈吧，哪儿都行，换位置，我开吧，咱俩磨叽，等会儿被毒死了。哇，这人真背啊，正好落这儿了，咱不有人啊，先进圈吧，别闹了，咱俩到底是双排是双人四排啊，看错了，你最好是先爆点然后再开枪，你这样容易咱俩被动，哎呦，我的妈，这圈去这儿吧，我真怕碰上满编队啊，还有29个人呢，去掉咱俩还有27个人，没油了，哎，别烦呐，我去的，我刚加完，看着了，进圈了，找房去待着呗。我去，干的，有人啊！啊，你跳下来了，你吓我一跳。就是待着吧，先，能量啥打满呢？车最好开进来，车不用开了吧？还有24个人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不要那个，我要 AUG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全息，你标的啥呀？不用标了，有车过来了啊！完了，打草惊蛇了，救了那人。那边有人啊，咱旁边来人了，怎么感觉？哎，我去，断处太漏着呢，咱们脸上有个人啊，你跑那屋干啥去了，干啥去了，这里我这旁边有人啊，进来了，那边去，咱附近有个人啊，我看咱们得去哪，人呢，我没看着，人搁这儿呢，没看清，咱俩最好是走，还是没看清，瞎看不着啊，不是这边好像坡上有一个，是那儿吗？咱俩得走了，走吧，咱俩进圈吧，你别来回站着走啊，等会儿啊，我放个烟啊，开车走吧，咱俩走了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全水呀，这荒的人物啊，这什么呀，我去，上面有人，哎呀，这马枪马的，我去，炸他，啊，我吐了，我去的，哎呀，我卡平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，哎呦我去，再见啊，我真是，你早不卡晚不卡，非得跟对枪的时候卡退了，直接没声了，脚步声都听不着了，哎呦我的妈，好吧，小伙伴们，回呢，现在有个群啊，有个粉丝群，是这个企鹅群啊，通过查看主页或者私信的方式啊，你就能找到这个群了啊，赶快来找我玩吧啊，每天有这个跟火焰的互动啊，还有火焰最新的视频之类的啊，可以。